近年来，随着企业及投资人对于 ESG 可持续发展的重视，越来越多企业开始思考在自身的经营中该如何有效益地执行及落实 ESG。 而掌握厂区能源使用的状况是实现 ESG 的重要一环，也是最容易执行、最可以立即得到效益的方式。您的厂区还在使用人力巡检的方式手动记录数据吗？这样的方式不但浪费工时，也容易出错。IMS 工业监测点检系统不仅提供了便利的数据记录方式，更能够设定门槛。当巡检时发现用电超标，系统就会及时显示用电异常。此外，系统还能够让使用者依照厂区条件自行设定分区管理，并经由数据累积依照点位提供各点的用电趋势图。企业能够更好地了解用电情况，便能够有效率地管理优化能源分配，进一步落实 ESG 责任，为可持续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。